get you out of my mind. It's like I feel it for the first time.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all night. I've been searching for this all my life. You're just my type. I've been looking for a boy. 夏天即将到来，搭乘高铁以及捷运都不用再戴口罩了。在换季之际，挑选适合的保养方式就显得非常重要。台湾夏季也因为温度湿度都高，敏感性肌肤也容易过敏发炎，一不小心就会有油腻、爆痘、长粉刺等各种问题。想要维持好肤况，除了勤擦保养品，还要懂得吸取最新的知识，了解新产品，让肤况一直走在时尚前端。本周时尚周报帮大家整理出了五大平价且高 CP 值的保养品，让你在这个夏天不再灰头土脸，散发自信魅力。第一款是黛珂的平衡草木系列，全系列共有三个品项，包含水润清爽让肌肤紧致的平衡草木精粹乳，质地清爽不会造成负担的平衡草木精华乳，以及宛如泥状具有绵密弹力泡沫的平衡草木矿物泥洗颜霜。各个品项皆添加植物精油香氛，在保养的同时被清爽香氛疗愈。其中的平衡草木精粹露美容成分萃取自多种的草本精华，带有干净的草本花香，能调理肌肤皮脂过多的问题，改善粗糙毛孔粗大，同时让肌肤清爽又放松，对于肌肤敏感的观众可以说是必入的款式啊。他们家的平衡草木精华乳，其中含有丰富的洛梨精华油、多种果实与植物萃取的精华油，搭配上日本产原叶、薄荷叶的萃取液，能够有效的调理肌肤的水分以及油分，预防干燥、粗糙，质地清爽，轻柔的涂抹就能和皮肤融合，并且不会有任何的油腻感，能为最后的保养程序做完美的收尾。紧接着是安耐晒和哆啦 A 梦的联名防晒露。今年的安耐晒特别携手大人小孩心中最经典的童年回忆，哆啦 A 梦推出两款全新商品，其中包括了金钻高效防晒露以及敏感肌特效防晒露，瓶身设计也是非常好看。这款安耐晒金钻高效防护露具有极轻盈的水润质地，蕴含了 50% 独家抗光的修护配方，能够预防且修护因紫外线造成的干燥、斑点以及皱纹。以及敏感肌特效防晒露则有敏感肌专用的温和配方，添加了 50% 的肌肤保养，成分有牡丹根萃取、超级玻尿酸、甘草、甘油，有助于肌肤长时间的保湿美容。第三款当然少不了 ISMI 白绿循环液极致系列。IPSA 科研团队结合了专业皮肤科医师，独家推出了全新的基因抗老成分，能够让肌肤一次拥有表层修护亮白、中层紧致巩固、深层滋润弹嫩的效果。全新的基因极致乳共有四种质地，清爽到滋润，满足不同的肌肤需求。第四款是 Dermer Angel 护颜天使焕颜净痘系列。保养品牌 Dermer Angel 护颜天使今年推出全新进化的焕颜净痘系列，运用美国专利包覆技术，全效水杨酸为囊，长效控油因子以及独家修护成分，三重焕肤，精准改善皮脂问题。其中的焕肤控油氨基水内含独家紫萃修护成分，温和不易刺激，能够精准控油、净化毛孔及平衡皮肤油脂，改善肌肤暗沉、不易致痘，对于脸上容易长痘的人来说肯定是一大福音。以及毛孔细致控油精华乳，使用三加锌双重控油机制，可有效的抑制皮脂吸收多余油脂，维持全天清爽零油光。不只适合作为角质调理、紧致毛孔的保养品，油性肌肤者也可作为妆前乳使用。第五款说到保养品，当然少不了韩国热销庶民品牌伊利润，也终于在台湾开卖。以结合皮肤科学和传统汉方药材作为品牌的特色，温和低刺激的配方，有效地解决敏感肌的根本问题。在他们旗下的神经酰胺舒敏系列，在韩国更是打造出了30秒卖一瓶的销售佳绩。它的功效兼具保湿及镇定功效，吸收效果能穿透肌肤角质直到第十层，深层保湿感可维持100小时，能有效的强化肌肤屏障，浓厚不粘稠的质地适合敏感肌使用。以及他们的保湿乳液也是一大卖点，以独特神经酰胺复合胶囊技术最大化的保留神经保湿功效，能有效的强化肌肤屏障。采用双层结构特殊容器，能阻断空气的流入，使容器内的乳液随着水泵上升到底，直到最后一滴也完全不浪费。如果你的皮肤真的很容易过敏或者出油，他们家独特的保湿凝胶你一定要尝试看看。无酒精的温和配方，就连敏感肌、婴儿皮肤也有效的全素水凝胶。不同于市面上的凝胶剂需要多次涂抹，这款商品只需涂抹一次即可持久保持水润感，因为质地清透也相当适合油性肌使用。
今天介绍的多款保养品，每一个都是价格便宜且高 CP 值的商品。在台湾的夏天，紫外线强烈，没有好好注意面部肌肤的保养，一不小心就会晒得焦黑。想要打造完美肤质，并不是要用多昂贵的商品，而是要先了解自己的肤况，选择正确的保养品，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周的时尚周报，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个爱心，那么我们下周见。